妈，你透透的，让我较爽快无？有啦。你先休困一下，我去添茶给你啉啦。你是当时无爽快啊？就这两天啊。哎呦，你哪会无甲我讲啦？这边要忍耐呢，我带你来挂急诊啊。你先添水给我啉啦。好，你坐一下。妈，你吐血了呢！卡水声啦！这都惊人知哦！我要去叫志明来，我送你病院啦！等你，志明啊，我今仔去参加叶商总的直播，回来拢真忝啊，明仔再讲。什么明仔啦？你是要让笑话乐啦？妈，我就要带伊去挂急诊啦！啊，若无我不要我甲亲娘交代啦！行啦，妈，行啦，我拜托你啦，行啦！喂，妈，你哪无开视讯啊？外口乌飕飕，我开哦，你嘛看袂清楚。哦，那安尼你先安怎讲话要这么细声？今嘛拢几点啊？我无爱困，别人嘛爱困啊。你是打电话来查寝的吗？哦，我是想要问你，你敢知影阿妈人去倒？你跟我斗阵啦，什么代志啦？无啦，我拄到厝，拄到大兄落来啉水，伊讲阿妈无伫咧房间，规间厝嘛找无人，爱我问你啊，恁到底是走去倒啦？哇，陪恁阿妈出来散步啦。恁爸爸去自首了，是毋是迄狗报嘛毋知？恁阿妈烦恼到吼，规个面敢苦瓜共款，我真毋甘啦。所以带伊出来行行的啦。哦，你哪会变到这么友好啊？别啰嗦啊啦，无代志我要挂电话哦。大老爷，我志明啊，还是讲你甲阿妈恁是去倒位散步，敢唔需要开车去载恁啊？唔免啦，你甲嘉远无闲几工啊，恁好啊休困啦。我电话这尾无电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等伊再讲啦，吼。哦。是安怎，阮妈安尼鬼鬼祟祟，讲话许遐尼细声。啊，伊电话头听起来无像咧外面啦，奇怪是阿妈去倒啦。哎，凊彩啦，阿妈平安就好啊。你莫甲阮妈问东问西，等者若无欢喜哦，就害啊。阮妈原本就足歹斗阵的，加上更年期，还佫有爸主秀的代志哦，情绪较无稳定啊。伊安尼鬼鬼祟祟。总比哦对咱发性地好。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姨哦，原本后头厝真好过啊，个性有较娇啊。啊，你妈个性拢了解，你唔通咧讲伊啊，伊顶多爱关心你。啊，平常时哦，你常常咧外边做义工照顾别人，唔通袂记啊，唔爱关心厝内，知无？我知啦。还佫有啦，爸去自首了后，阿妈佮阿姨哦，因个心情拢受真大影响啦。即摆志文哦，佮咧国外接受治疗。厝内你看，变到零零清清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既然你回来吼，圣诞节嘛要到啊，不如吼你办只圣诞 party， 大家做伙庆祝，做伙闹热，也是要交换礼物拢会当的。为滴吼厝内较闹热的，阿妈甲阿姨吼也咪较欢喜，知无？好啊，那安尼我要加码，我要偷偷送一个礼物给阮妈。伊遐尼喜欢，收到我的礼物一定足欢喜。伊若真欢喜哦，我就好日子通过。哼，圣诞上乖吼。嗯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妈妈唔着确定是胃癌末期啊？以我的判断，一定着是啊啦。李夫人，请你回去甲恁厝的人好好参详。我会甲王延熙、王董事报告，
看哪治疗老夫人才好。唔免麻烦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这件代志我应该亲身甲厝内面的人讲啦。你等我消息啦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千万莫予病人知影伊的病情。我妈妈有话啊，我惊伊知影以后吼会袂堪的啦。好啦。想袂到，莫病这么严重。我敢莫甲伊讲老实话。明珠啊，妈，啊医生呢？哦，伊身体无用啊啦。嗯，安尼哦。嘿，啊，我的检查报告安怎哈？哦，啊，都胃出血啦。啊，医生讲哦，不要紧啦，迄药啊吃吃吼，以后慢慢就会好起来啊。妈，咱来等啦。药啊未领呢？药啊，无要紧啦，药啊叫司机领就好啊。妈，你以后吼，若是有倒位无爽快吼，一定要紧甲我讲啦，千万袂忍耐，知无？你有听到无啦？有啦。啊，你今日来怪怪啊？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瞒我？无那有啥物代志？啊无，我看你今日也特别紧张，讲话嘛足温顺的。啊，平常时啊，你拢毋是安尼呢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无啥关系。妈，那我本来就真友好啊。虽然吼，我平常时啊有淡薄仔较娇啦，啊嘛较歹斗阵啦。啊，不过厝内面有啥物代志，我嘛袂想撇啊。无站站，毋是代表无友好哦。人吼，知影个性吼，就较好斗阵啊啦。明珠，虽然吼有当时吼，我对你真生气啦，啊，毋过想想咧吼，嘛敢若是个性无同，想法都有差啦。啊，一家人吼，实无啥物通好计较的。我希望你会当甲厝内人好好相处，莫计较遐济啦。参像咱即马安尼，啊两个人是毋是嘛真好啊？找病医有啥物好啊？啊，人来当互相了解吼，加较亲的吼，找病医嘛真有价值啊。来，来行。妈，你坐哈。多谢你，一直这样包容我，我会听你的话啦。较早你一直讲哦，人爱修行，修行才会进步。我以后会对你安尼做啦。爸，你去倒，你拢会甲我带你身躯边哦。好啊，那安尼以后我去山顶听佛法，你嘛跟你来，好。行。是志文啦。喂，志文哦，是啦，我真好啦。你妈妈带我出来散步，当然嘛还袂困啊。啊你咧，你伫国外看医生有顺利无？好啦，安尼拢有福报啦。啊对啦，伫个你的行李吼上下骹遐吼，我有放发热衣伫，你会记得摕出来穿哦。啊，国外吼天气遐尼寒吼，你哦就爱穿好烧啦，唔通感冒呢。感谢玉皇大天尊保庇，我后生林清良因为犯法去自首啊。律师遐已经有好消息传来，请你和清良会用顺利交保。信女杨阿梅以后除了发心扶持，我要用我的力量帮助更加多的人，我要保重我的身体，一心利益社会，
一直到你给我回去为止。玉皇上帝，我杨明珠吃到这个会所，得势的人多，帮助的人少。杨家讲起来，我无算是好人。我今日来找你，我嘛唔敢妄望你会应我啥。啊，不过我无拜托你袂应的。昨暝知影，阮大家得着胃癌，伊是阮邻家的大枝条啊。伊若倒，阮全家伙阁要倒一半，真是小可代志呢。人是早晚爱回去的。啊，不过我请你斗三工，莫紧即马，互我好好友好伊。过几年平静的好日子了，你要带才带走。我知影你心胃险狭，阁真自卑。你若满我这个愿，我以后绝对会好好忏悔，和阮大家同款发心扶持。我拜托你，不管是阮翁、阮囝，还是阮大家。阮林家一切拢交予你安排，请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妈，我看你病过心病啊，病啊真艰苦吼。妈，你毋是讲甲心明讲代志爱静心？爱讲有详细，安尼心明才听有啊。我讲的话你有听入去，安尼真好。妈，你胃疼？无啦。我徛咧遮看你拜拜吼，徛到腰会酸啦。哦，无，你先去阿姨的办公室坐一下啦，我等下去找你。啊，你咧？哇，我想要去内底跪拜一下，108拜，甲神明过正。清凉若是知影你这么为伊，伊一定足甘心的。只要代志能圆满就好啊。你去啦，我在边仔念经。